好，再见。好，再见。第二天，耶！今天才是旅程的第二天。嗨。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突破我自己一次，就是如果用最近有可能会被再做成动画的死神来讲的话，就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就万劫了，蛮该。起床就蛮该，太累了。我跟你讲哦，今天这个神社，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个组合。它叫做露天神社。那露天我们会以为是露天部落，そうですね，露天部落。它是一个神明叫做自由の天，这边当地人叫它オハス神社，阿初神社。当初有一个阿初的女性，在这边谈了一个非常壮烈的恋爱，然后后来跟她的对象在这边殉情，后来大家就一直击败他们两个，然后就成为恋人的圣地。所以这个神社会保护想要找到良缘的人，想要现在爱情很稳定的人。有没有那种瓦嘎雷的那种神社？哎、欸，瓦嘎雷的，所以我们去里面参拜一下。好，等一下呢是暌违已久的那个木曜团队全员抽签，因为昨天时间有点紧，没抽到，没抽到，今天抽一下，可以抽起来，抽恋爱的。从刚到现在，我讲话的内容占了95%，我觉得你们一人发表3分钟的个人心得，关于第一天的旅程衔接到第二天来说。我觉得有点不切，就是有点不切实际，像在梦中。不切实际是负面的，那个叫不敢置信，不敢相信，如梦似幻。太早了，太早了，还在开机。他早上不想起床。但昨天很久违的可以在日本就是这样走到这么晚，因为以前就是一来的第一天就是会到很晚，然后今天就是有点。就买。我等一下，以前来日本都会走到很晚，但是昨天是他难得第一次在日本走到这么晚。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哇，重来一个，重来一个，再投。他是同义词。Take two, take two, take two。我深呼吸一下。我的 take 自讲那魔力听起来，不用拍第二次，他不行。听我说，我们等一下去逛一逛，开心结束的时候我再问你一次 ，OK 吗 ？OK OK。那我问一下你姐妹，どうですか、マリア？我昨天近半年没有来到日本。回来很开心，才半年，才半年吗？对我来讲蛮久，快三年。对，是吗？是。然后，可是昨天其实吃到的东西、逛到的东西蛮少的，所以今天活力满满。年轻人真的不一样。对，他昨天结束的时候，他的电池可能还有72%，我昨天0%，姚胜3%，阿中那个30%吧。但大家都已经累，你看我的声音都垮掉。今天呢，一定会让你体力消耗完，原地站立7小时。好了，赶快我们进去这个欧哈兹进展。欧哈兹进展，为什么不用我？昨天回去之后，饭店我超爽，我就一定要放下之前的工作身份。你安排什么我就去哪，我就有一种向未知探索的感觉，向未知探索。Into the unknown。他自己讲，他只是想 Into the unknown。他一定昨天晚上想说，今天要表演这个。木曜全新篇章将每周连载3组主持人们旅游的轨迹，分别是大阪花露篇、千年京都篇以及泰阁励志篇，请好好享受全新单元《周刊少年 Review 关西行》。溜雪试面，我们夏天吃的。今天有小钱，我已经昨天买了2个，我妈茉莉，然后今天又买爆我妈茉莉的钱。这是日本人的还是泰国？是的，是，我从来没有。台湾人来一次日本回家会有30个我妈茉莉。真的假的？我从来没有买过哎，收集我妈茉莉。这个神社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很值得体验的东西，那后面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神社的故事，然后可以去拍照。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是跟恋爱有关的水签，就是放在水里它就会慢慢的浮现，对于你恋爱的建议。好酷哦。做这些事情之前会希望自己抽到好的，对，所以呢我建议呢我们先去那边有一个水盆，
搓那个水盆，可以让自己的运气提升。所以我们先去那边上一下 buff， 然后我们再开始抽。可以，这样好不好？好啊 ，Let's go。学喷。各位示范一下。向上。首先就先把手沾湿，然后用一个巧劲，尽量让这个接触你的食指到这个距离。它等一下会有震动，然后会有水花。哎呦喂！我有水波纹，すごい！奇异博士ですか？すごい！すごい！你水花浮现起来耶！你一个小时之后再来找我，我还在那边提。所以能够做到我这个程度的人，运气就会提升。然后做完这所有东西很重要，要记得照个小图像，因为很多分错图。还是我妈上面戴戒指不太好弄。对啊。哎，有哎。哦，那个。那你先把护手霜擦在梦泽衣服上，然后再试试。行吗？是。真的要，没有，真的要擦。看来不是护手霜的问题。有一点感受吗？有一种摩擦感。同时这样子好了，等一下阿中先生去隔壁买一个这个锅子回家练习，明天再来抽好吗？金盆洗手，好，我们就离开这里了。大师来了是不是？ OK， 難しい。難しい。何が無理でした？教えてい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ビヨビヨで、すごい。神の手や。神の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強いって。え、分かった。手是不一样。え、ちょっと。不相信这团里面只有我以外没人做的。我这平常重训试试看。他不要走跟那个神社的那个社长。你们看我走，对对对，很像哎。哦哦哦哦！来啊来啊来啊！哦，摸到了。我知道，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要消毒。对，我要消毒。啊，这增加自己的手的摩擦力。哎，真假的？一定会有。有那个声音就有哎。有方向就对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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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玛利亚挑战喷水神喷射。太行了！哈哈哈哈哈！这感觉。
我跟你收收，真的不行，我没有这个声音哎。来就来，看来我跟恋爱没有什么缘分啊。你先不要气馁，这里是提升运气的部分，很有可能原本运气就不错。哎，对，对不对？嗯。现在已经这个加持的阶段已经过了。嗯。你们想先抽后面的签，还是先玩水签？都是水的吗？我们要。哦，先玩水签，可以啊。先玩水。いいんですか？あ、お願いします。お邪魔します。おお、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鳥变贵族。すごい。これは何の着物？日本の昔の偉い人の女性の、偉い女性の着物、すごい。これで偉くなりました。都是以前日本の偉い人、高祖那种。ステーフレシー、写真、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嬉しい。いい思い出じゃん。いい思い出ですね。早さんも入ってみてよ。今の置いてあるのは人持ってたんですよ。いいですか。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も席表ですし、一緒に。一緒に撮っていいですか。大好きさん。大好きさん。いや、貴重な体験だよ。这个体验绝无仅有，一戳运气就上升了，真的。而且我刚一个粗浅的判断，如果是台哥可能没办法，他不会给他穿。因为女生穿的嘛，对，男生穿的，性别的关系，又喷水加运，又刚又穿那个运气再次提升，运气超强。还吹。我曾经是为了收集那个，就是五球飞在那个九州，我特地去是因为为了我小孩去。他是有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在怀孕的时候动手术，然后医生直接跟我说，要么就是小孩就没有。真的吗？也需要抉择，对，就是你要自己去做抉择这样。而且那时候已经怀孕7个月了，那基本上他说手术成功的话，他就那个瘤就拿掉；手术不成功的话，小孩子就是现在，就是在隔一周，马上就跑到你们来，我自己就来，然后去那神社，他有一个千年的兰树，因为他是很有名，可以保护小孩成长，可以健康长大，去那边拜拜。然后就求，真的吗？真的，所以我那个我的朱运做这个东西啊，哎，我自己讲到都要哽咽，怎么？难道我的人生就是笑话一则吗？没有，这故事太精彩了，讲述是真的吗？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去那里真的就有点像那种类似像神隐少女的那种感觉，然后那路非常小的，就是大概这么小条的路，就走路都看到自己先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开始掰，然后莫名其妙就自己在那。慢慢变粗，没有慢慢变猪，对，好，对，所以生意少女，他做生意少女，对对对，不要吃太多，会被杀掉哦。これです。看我看，都过年了呢，我看不出来。对，你要透近，看进去。15，有15，这一期开15。对。私は。我们照看。私は21。对，我是21。我们要让女性证大家都抽一个。要，全部人一的。我最爱的给一的。一的。自己慢慢扣。掏出钱去玩那个。是不是很多对？叫我们，因为他让我们拍非常大方，刚才借我们这样花，今天一定要花到1万块。1万块。那我们买那个 pet 的毛毛毛巾，对，为了 Mickey 跟 Lily 的。
是六根，六根。而且是蛙王，对，真的蛙王哎，蛙王，对，哇，终极耶我，哇，すごい。私は次男是终极的，也不错吧，八级的下面，我找蛙王。恋は戸惑い、人の助けを得てかなう、仲間とスポーツができる場所。え、なんで？え、很适合你耶。很适合我什么意思？因为得到一个算是贵人的相助而实现你的这个愿望哦，然后什么地方对你来讲是很幸运的，跟你的朋友一起运动，嗯，很适合。什么颜色很适合这个你的这个恋爱签？啊，那middle里绿色，很多充满了很多自然色彩的力量，森林啊、草地啊，那蛮适合你。对，我喜欢。我的签写说，在地铁上面有新的遇见。地铁以后上班坐捷运，坐捷运都得对，会遇到台哥，很少坐，会遇到台哥，对，一起坐捷运，对，这样还有人敢搭上我吗？安诺，耶，我们来抽普通的签，普通。我刚问他说要不要写会嘛，他说哎、欸、等一下我不是还有个签可以抽，我说你是赌徒是不是？你怎么赌到大吉？小心。这个是问任何事情都可以。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你刚刚许的愿，通常会跟这个签连接。然后第二个是抽签前很强就想你要问的事情，然后抽，有两种。OK， 要抽。好，我想要 OK， 特别大吉，有特别大吉。今天抽到特别大吉的人最幸运，我们都要想一下，都有人中，我们要怎么奖励这个人？好。特别大鸡的人要请大家吃饭，特别衰，特别大胸，来抽吧，你要朝下的，姐，你可能要朝下，然后他会从这里掉，一辈子都不。我知道，我先摇一下，我要先选。哦，有，三九三三三三三三号。哎，一号哎，五搞到好位，哦，黄金，这个圈跟他人本身有点一样大，你要先把它反过来才会出来，加油加油，快点快点。三十六，祝福，然后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生。OK 啊 ，OK 啊。但那个赌博末世录 Gambler 的话，他没有抽大吉，他就是爽。跟签的内容有没有看看？对对对，签的内容跟签的。咦？哦？跟刚才抽到一样的，全都是这样子。你会从你意想不到的人身上得到帮助。当你得到了帮助之后，你就会得到祝福、幸福。你本来在冬天的枯木，就会变成春天长出新芽。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了，那个，因为那个绘板是爱心的蛮多嘛，嗨，我们去写爱心。今天老师全部休息。好啊。啊，想问现在几块？嗨，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抽到什么？喂。但真的在日本的话，真的大家不要担心说你抽到不好的或抽到好的，因为他还是说凶被凶，吉被吉，端看你怎么做这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
平时做好事，这样子说好话，存好心。上人祝福你。是，你抽到什么？我是好像是大吉，一级棒。哦，大吉！大吉！送给大家的人要请大家吃饭。三号也是大吉吗？没有，我是半吉。哦，半吉，半吉也不错，就是中吉。一打抽到什么呢？一。两张写的都蛮像的，哦，跟刚刚恋爱那张写很像，真的耶，就是慢慢来，很厉害哦，那你的有差不多吗？我就只看墨吉，哎，墨吉，嗯，就不开心，没再看那个。OK， 我抽到了小吉。我的画画的 sense 就是这样。祝要大发全员平安，平安健康重要。来到露天神社，可以来找我们的玉玺这个。好精致哦，对啊，很厉害。对，你要长成这样吗？刘爸，我画很丑的部分，这样子的是，大家一眼就会看到你。大家来找玛利亚的，可以。这边就是希望木曜大发，全员平安健康。好的，我要把它挂上去了。好像应该很好找。那你这么兴奋的事？我太兴奋了。因为这次的旅行的主角，怎么说也是两位 sister。阿里嘎多卡。我也让两位 sister 开心，上网找这间店，它是那种水果泡菜的店。这家店呢，其实也是有点堵啊。为什么你说堵，你知道吗？这间店在日本不红，可能是新开的。新开十月十五而已，超新。我们来赌赌看。很重要。如果非常好，今天这家店红了，简直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一手。如果今天吃了觉得很困，这段剪掉就好。剪掉，哎，没有，就是来尝鲜的。刚刚是一个气氛很好的小弟，所以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就不能够太大声。好，那你们情绪很激昂的时候，你们就对镜头做表情。还有秀吧，哎，准备好了，看起来真的超厉害。你看那个照片有多夸张，那个水果堆出来是。Cherry Muscat 很贵，麝香葡萄。麝香葡萄的花费，还有这个啊，葡萄柚。我跟你讲，我们抽点好不好？小声一点。好，对不起。太兴奋啦！它全部有什么啊？全部ありますか？全部吗？哎，やった！还是我们都各点一个。大家不让你问嘛，全点。四个吗？没有，只有四个。只有四个。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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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真的，它的水果本身 peony 那些 muscat 非常有名，可是这个价格其实还蛮高的。在日本吃甜点可能1000差不多，但これ2000ですよ，两倍。500块的一杯。500块一杯，看值不值？当地人来讲嘛。高级，还有麝香葡萄，对，是没错。所以我们点了下到这四个，各一个让你们尝尝。好，
你们吃到目前为止觉得最让你觉得的特点是什么？因为我们很喜欢太甜东西，可是水果不会很甜，但不会让你吃起来喉咙渴的那种感觉。然后这冰淇淋，我是超爱红茶的冰淇淋，这个味道有点。对，我们先驱者，他们这边冰块，我们先。因为这种冻就是因为怕它太甜，所以它比较对它比较清爽又有特色。那它这个奶茶这个茶香超级香，这不会太甜，就是搭配那个水果。我觉得这个会饱吧，也算会饱的。但是很好吃。哎呀，女生女子们，快减免他们。好，你们选一个，就是你们没办法吃的给他们吃，选一个。难以选择。全部都可以尝一口吗？对。看不下。它苹果的很优秀，是苹果，它有新鲜的苹果，也有腌制的苹果，然后还有像是苹果泥的那种口感，所以它有三个层次在里面，完全不单调，很高级的呈现，很好吃哎！我刚刚想说，不是泡文应该很厉害，苹果，我不知道，苹果我好像最喜欢的，因为很有层次感，超越这个，最喜欢哪一个？你没办法选择，它每一个都不一样。哇！好，来吃一下葡萄柚的。如果喜欢吃酸的，我就可以点葡萄柚。我觉得顺序有问题，应该先吃对的那个，再来这个，对。葡萄是超好吃。其实我蛮喜欢那个飓风葡萄，我觉得它酸甜感 balance 得很好。那个玛利亚抓着一个食物放在那边没看，他们聊什么？说哎，这个根本就不可以，他抓了他不给人家吃，你知道吗？所以我吃别的。高级的对味道，大人系甜点，对。那我们下一个星期是去吃中餐哦，请问这是什么呢？早午茶。那早餐早上吃的饭团是什么？早餐。OK。OK。台湾人很会吃。等一下那个。中餐呢，应该也是会让你们叫出来，它也是很好拍的那种。米其林卡波，三星，三星，哎呀，三星，好期待那个路线的吗？哦，哎，你们好，期待。辛苦星辰，你吃中餐。本周台歌励志篇有一特殊企划，内容爆笑，由于篇幅较长，几经烦恼后决定编排进下周第四集中扩大播出，请先看精彩预告。今天这个单元就叫做恋上换装台歌。我们难得已经来到大阪了，有个地方叫美国村，我们要到那边挑一套台歌的服装，到最后工作人员票选最高票那个全套爆炸。用我的钱？愿意吗？我会先讲一下我的希望，我希望第一不要有林峰大哥的那种，不要有这个，不要过老不行。你看我。
在青蛙掌。你取的还忘记？他本来是想要这样一样。这是我原本。肯定。すみません、おラーメンはやってますか？ラーメン食べたい。好想换掉。其实很潮哎。请台台粉耐心等待，下周强势登场。本周东京篇为您特别连载阿良的《野望 Japan 治百病之神水与神秘的天空神社》，以及木曜三傻参观日清泡面博物馆大阪池田。我跟你讲，我发现了一个地方，我们住的饭店旁边有一个神社。我想怎么可能，走路只要70公尺，因为它的入口很多人都说很难找，我看评论每个人都说很神秘，然后我终于找到，你先看一下，重来进去。给你们看，你也觉得我在胡乱，对不对？是隔壁的日式点心店用水是这神社的天然水，所以回家前让他们装在塑料瓶里，是箱根唯一可以直接饮用的天然水，被誉为日本六大名水之一。给你念在哪里？水就在这，箱根哦，妙药。它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日本六大神水，就是可以直接喝的甘甜水，这边是其中一个。阿良要装水了。六大名水哦，日本六大名水。好酷哦！给板桥喝一点。你要喝了吗？喝了。哦，很大口。怎么样？甜。认真。不会，不会。真的假的？对，会不会喝完我们再来的行程都没有走？不会好不好？哇，怎么样？有没有神秘的感觉？甜。甜。我回去吧。不要先喝一口，说白了，我想要给大家一人一口，见者有份。在场的都要一口。见者有份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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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然后播出去，对对，留言说那不能喝啦，完蛋，要煮，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的。阿香，你喝水吗？听说你们弄了一瓶超超多，来喝一下。里面有很多悬浮微粒，没有没有没有，看一下。那是瓶子刮伤。他叫被穆里斯奈里克拉塞，老眼穆里的时候。哎呦，矿物质，矿物质，来，把我的老花眼镜给我。你直接喝吧。我看一下就知道。你有喝吗？我们两个都喝了。真的，真的是。你等等，你的敬畏，你的敬畏太屌了。M A M A M A， 对 ，M A 的是。妈呀！等一下，阿亮这个贼笑，这是有问题。没有没有没有，我喝，太喝太喝，救命！只有你，你要不要？就是一个延寿之延寿之饮。我以为它过期了，十二号。真的啦，我们都喝了。没事，我等下喝好了。真的，这个不停机就是要喝完这一口才能离开。你们为什么有一种那种，如果我拉肚子要全部其他的有气势？哇，抓好紧啊！哎、欸，你就是这样才没有办法延命，因为你不信。对啊。我在吗？我在吗？三位昨天睡得还好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尤其是泡过温泉之后，
整个人神清气爽、欸，真的非常非常有度假的感觉。真的，好了，三位这样子对啊。今天早上起来以后，对不对？嗯、我们去逛一下那个汤本商店街。汤本，所以汤本就是以汤为本，就是卖很多汤的用品，有葛根汤、葛附子理中汤，在这里也会，或者说桂枝汤。大概是这样，生意汤不是鸡汤。我忘记你在说什么？生意汤，还是说蟹熬鸡精液是蟹黄汤？怎么道歉呢？怎么写？啊，那我们去逛完商店街之后，就要坐新干线去大阪。新干线去大阪两个半小时，因为我们算是小站，所以就变成是蛮多站都会停，都会停。再顺便看一下以你的风光，好不好？出发了可以吗？出发了，汤本店，汤本院。汤本商店，叫油摩多，大豆多吗？哎，教授，还是没喝啊，当然没喝。我喝了，白香还是没喝。我乱讲，我喝了。好了，我们现在在的是香根汤本车站。没有，这个很屌啊！他这个是这边算年轻人蛮爱买的一个欧米茄。我先去买一个，大家看一下，然后你们喜欢我们就各买。耶！啦！走，我们去找帅哥。好。做的蛮漂亮的。对啊。这个多少钱？五百。500要很便宜耶。拿个吃一个我看一下。在吗？有。好吃。有点意思。冰的吗？穿温的。热吗？至于热。不会烫吧？烫的，烫比较聪明。那白色，那是冰的吗？冰的。你叫你吃冰的。结果到底是不是冰的？冰的。热的。还有什么？一定有六还七种。我就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好拍的？我跟你讲，这段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因为我们火车是11:20接出发，那如果你坐在火车站，你是坐到11:20，因为无聊，所以变成是你们有没有看到 Netflix 的一个日本节目，叫做《移动的居酒屋》？他是每次要去新干线的时候，又都会打给他。对啊，我知道，那就买东西。你们这一次今天不会有午餐行程，你们自己移动的商店街，他说不会有午餐，不会有午餐，因为这样你们才会真的去逛这个商店街，看要买什么东西在车上吃。哦，你知道有一个日本有一个落雨家，名字叫做云国斋，拔刀斋的招，云国斋，云国斋先生，两位的客人。我妹，他对吧？我觉得你以后是你的姓名叫云国斋啊。哎，这里也有一间寿吧。不用了，我们先出发吧，我怕没时间。对，因为其实也可能还有时间。好，可以分开来走啊。好吗？出发去逛逛附近的商店街，然后等等就要去搭车了。好吗？云国斋。云国斋真的太好笑了，太好笑了，我们够帅了。海哥真的很喜欢这个。我们的车是几点？11:20要集合完毕，车是12:00。哦，我们现在要直接买的东西到车上吃。我看到一间汉堡叫 Daddy Cafe， 那我先确定一下这间店在哪好了。我想买的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外带应该还蛮适合的。啊！可以先去告别，哎，快了，快了，快了！你是第一个客人。
Smashing. I want take out this one.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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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appened? 有点像保暖拖鞋，在艾迪达门市都有卖哦。山蕎麦，嗯，山蕎麦，你觉得它有味道吗？山蕎麦哇，应该没有。往秘境里面走，ハンバーグとソーセージ一つください。我觉得其实在车站附近的商店街是最能了解这整个当地的特色的其中一条街，想要快速了解，其实就可以逛这条街。你终于懂了，我要干嘛了？我刚刚也懂啊。商店街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把它所有东西集合在这里，快速想要了解这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吃得到。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像你讲的是完全100%正确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当地的特色。不如我们这一线就来逛一个小礼物送给观众好了，关于香根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对，欧米亚给。这边有吗？这里应该是底啊。汤的什么？是这个是。要进去看看吗？是的。哎，你看，这很可爱，它写温泉。先生。可以买一点可以带回去的东西吗？那这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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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样好不好？好，我们先一个这个 set， 这个。然后我们等一下下一个，反正我们总共会挑三样。各位，我们找到了一个香片，对，生效，没有办法帮你们客制化，但是我们就挑一包，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够，就这个送给大家香根的烘焙咖啡。OK， 结账 ，Go。好，我自己来。好，好，开好了。好。先观察一下。买一个冬季限定蟹肉，你是蟹的不了吧？太太太，哇！一只虾，这个诶，这个诶，哇，几多啊？千斤，难得，哇，就这样，嗯。为什么这里没看我行
自己的行李你没拿下来，那你放在那边。他很早下去，所以他记在柜台。牌子要给谁？留作纪念啊！这是我两个行李箱的牌子。顺便拿那个，顺便拿项链，顺便拿项链一起。酷哦！还有项链在放在床上。这样存给你，我把地址留在那边。帮我推。我打算用温妮当背景。来吃我的中餐，它现在呈现一个黑白颜色，因为它的行李放一放，太厉害了，只有它干得出这种事。好，派上的食物，来开箱给大家。这是那个汉堡排，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恭喜！哦，有看到。啊！这个 size 有点太……恭喜吗？看看恭喜。这是啥？哥吉拉。哥吉拉。啊，不是，吉古拉。这个更像吉古拉。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螃蟹堡。你觉得这四个里面最好吃的是螃蟹堡？推荐给来香根的观众可以吃螃蟹堡。哦，一品包，一品包，来来来，哎，太豪华了吧？好吃吗？阿亮，每个都不错。还有点甜点都准备好了，太厉害了！卡布奇诺不浪费，它还是让你是淋在上面的，会不会？哇！哦，就吃一口，听说你想要分享一下刚那个南瓜蒙布朗的口感，你说说看。叫蒙布朗的感觉呢，就像南瓜的提拉米苏，加上南瓜的蒙布朗。蒙布朗。然后也有，哦，你那等于没讲，没讲吗？就像是桂枝汤南瓜，绝对不会像桂枝汤南瓜。是啊，这。也有一个乌甲片的素材，先给你看一下天空神色，它其实跟第一集的有点像，也是有关于狐狸的。那它是距今600年前，狐狸的神在那边过世了，他们把它葬在那边，可是之后它也起成了一个大楼，他就把他的那个狐种呢，直接搬到那一台的大阪第一大楼的楼上。那我们现在要坐计程车去大阪第一大楼。刚才我先给司机看的那个地址之后，司机都觉得奇怪，怎么会有神社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不可思议。连当地人都这样啊，我觉得这个一定很神秘。说不定我们等一下上去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阻碍，我们拭目以待。嗯，加班。我跟你讲，这里面呢。是一个迷宫啊，而且它位于大阪第一大厦的屋顶。好，我们现在大阪第一大厦，
自动扶梯只能上到17楼，那现在呢用电梯达到 R 楼就可以到那个位置，但是似乎只有一个电梯可以到 R 楼，那我们看有几个电梯。哪里可以到 R 楼？我就问你，这么多电梯，只有一个可以到 R 楼，难道我们每个试试看吗？可能对面还有一整排。跟特殊的，而且有历史的，来，大家来看看。我们找到了，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不是坐计程车就到了吗？前面的五种，这个就是一个五种的由来。这个故事有600年那么久。那个湖呢，它其实已经过世很久了。拜拜。其实它其实是。比较是求一些商业啊，就是其他比较不是求什么爱情健康的。那这先补一下这整个的空景啊、哦。是。有没有神秘？他梁上次没有来到，就是大家来看一下。对，我带你们往一个洞。喷水神，好，他先。上次孟哲是有喷水的。这个，啊，他喷越大越好。对。哦，水来了，喷了，喷了。你们看，孟哲喷了。就是你说你运气好不好？这咋的？如果你都没有喷，运气就不好。这个木曜大夫，哇，1021，我现在是多久？12月7号，我就回到这个地方，命运牵引，一月成就，好不好？证明我们节目没有作假。阿布玛利亚德斯10月21日，第一线火药哦，他要当代班子机长。OK。给我啊，就这样，谢谢谢谢。小吉，好，我跟你讲，日本神几乎都一样，就是抽的大概都是一样，这是日本神最神的地方。看不懂日文，看得懂是一样的东西。哎，好，回去，来不及了，来不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一个转点跟转点之间的一个小休息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它就是 Surfshark VPN。是这个吗？我跟你讲，这个有什么好处？大家如果出国旅行，或者出去外面旅行，你很容易要到很多公共的场合去连一些 WiFi 的话，Surfshark VPN，你一连开，帮你建立一个安全的网域，那你就是不会被骇客攻击，那你安心使用。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有时候 YouTube 我很常看一些日本的音源，或者他们的 MV， 或者他们新发表的东西。阿良喜欢听音乐。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一点进去，他说不是该国家不能使用啊，对对对，或是先进国家使用啊，对对对对对，这不像 VPN。简单来讲，就是它让你的网域跨区，你可以到这一个国家使用那一个地区的网路，然后这边是你可以看那里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不错。你看，兼顾了安全跟方便。如果你现在就订 Surfshark VPN 的话，你输入一个优惠码，我们万年优惠码就是 MUYAO4 就可以获得优惠。它会，你订购2年的方案会再加送你免费3个月。这个跟我们看很多影音平台一样，一个账号。多个人使用哦，真的、哦，所以多几个人这样子。我跟你讲，无限制数量，所以只要找一个冤大头就可以了。最后，他也是我们这次旅程的干爹。哦、yeah ，谢谢，就是、谢谢干爹，谢谢 Surfshark VPN， 谢谢 Surfshark VPN。
们这里这一线呢，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路线。对，这个后面呢，它叫安藤百福。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为什么嘞？因为我小时候超爱吃泡面，现在还是很爱吃吧。我长大之后，因为容易胀气，之后就比较少吃。对。他好像是，他是哪里人？他是从台湾。在的日本人、欸、怎么会问他？对，他刚刚有问那个，这个安德某某某厂就是呢、发明泡面的人，非常伟大，真的。谢谢你。以前我其实蛮想要来这里，但是自己自由行的时候发现这边有点不知道怎么来，对，然后想说，哎、欸，这次太好了，可以来看他，啊、真的，谢谢老板娘。而且我觉得日清对就是在看的观众们应该会蛮有感觉的，是因为你来日本的话，一定会带一碗日清的泡面放进行李箱，然后带回台湾。真的，对，我小时候吃完那个日清的泡面，我还会把那个杯子洗一洗，然后放着。台湾买不到吗？台湾当时小时候买，对，真的。讲出来，我们小时候，现在买得到，现在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姐姐的故事、可能是也是阿公的故事，不是我阿公啦，我阿公有跟我分享，对。而且我这边蛮好的是，听说是免费参观，对。可是里面有一个地方可以做自己的杯面，然后可以选自己想要吃的料，很棒哎，很棒哎，我可以做100杯吗？付钱就可以了，好像100-500块。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去参观一下 ，Go。解答一下哦，这个墙我没墙吧、你们看那个墙，它是汤米泡面的，对。好小的房间哦，好日本哦，对，自成那个面，因为很神奇，一般都是煮开，他是想办法把它泡完，就是不会影响口感，然后又很好吃。因为一开始没有这种温度计，就是靠自己的手，这个温度才是对的，就是自己的手机去感受，对，很酷哎，跟日本师傅一样哎，就是会自己记忆那个温度，对。你好冰哦，它这个大概35度多，你说20几吗？20几，这它可能要送冰，温度太低，危险。太难了吧？怎么可能摸就知道？对啊，很接近哎，连医生可能会撞，我可能会撞到。而且它的那个泡面的，因为一开始的面是鸡的味道嘛，它是在外面养鸡，然后自己杀鸡，然后用这样子。哇，他还要先把鸡养好之后，才有办法把这泡面做出来。他一条一条龙，对啊，他很有想法，他自己做好多事哦。我们现在准备到了做泡面的阶段，可以画这个外壳。那其实是大家来的话都可以自己来用，因为在那边有一个贩卖机，你只要投钱，对，一杯500日币，对，500日币，其实你就可以做一杯属于自己的泡面，我觉得蛮值得纪念。对，像这种杯子，我小时候带回去就不会丢掉，真的可以收藏。是我自己画的，对。然后两份其实是我们一个可以带着，一个是送给粉丝。对对对。啊哦。是没有他会做一百份。那你自己涂好。对对对。100×500，你等一下自己算一下。那我们就开始喽。开始做。而且这很酷，是到时候你要写制造日期。对对。那要在期限内吃哦。一个月内哦。对。你们吃不了了，不好意思，就是收藏。他们也不吃了，收藏就好了。他们也不吃，不敢吃了。好，那舍不得吃，舍不得吃。Tell me
tell me to confess. Oh.交给他们我们的杯子之后，去那边自己放面，哦，然后呢，来这边选料跟那个汤。原味好了，好不好？原味。これ。あ、それは七分。お。あのカップヌードルで。はい。因为那个料色比较深。はい。玉米。はい。这个好可爱哦。应该是一样的。はい、もういい。はい。好可爱。空こっち、はい、空玉米、玉米空。我刚以为你们四个都选玉米。天哪，全部都黄色。那你们有想过你的泡面会长这样吗？两份玉米，两份小鸡，没有吧？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有些节日要到，你们可以告白用，写在这个杯子上，然后送他。依稀可以嫁给他吗？对啊，就是。如果然后他就求求依稀嫁给我吧，然后这样来给你。啊，他没讲话。好，谢谢。建议大家不要用在求婚，就是告白上，对。送给粉丝的，然后还设计了各种不同样子的杯法。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喜欢泡面或是想了解的话，都可以来这里走一遭。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可以带这个回去，属于你自己的杯面。对，希望大家有喜欢我们这个现代的那个景点介绍。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杯面的话，看资讯栏，走起来。起来我让最甜点最挑剔的人先吃，因为他吃什么都说。你好倒霉。我也想要吃一个包。他拒绝我了。想要吃一个玛利亚拒绝我的东西。唯一它一开始有一个味道，对，我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是另外一个东西的味道，就是我有吃过这个，对，对吗？哦，对，不是，他们叫 Nikki 有一个，然后我查 Nikki 是什么，很多人都问说，请问 Nikki 是肉桂吗？这样的一个问题，而结果好像不是，但是味道很像，可是它就是肉桂吧，就是舌头一碰到它就有那个味道。可以拿一个吧，拿嘛，马肉都没吃了，来啦，马肉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来嘛，就知道有问题，你在怀疑日本的品质？我不是怀疑，我说你在怀疑日本的品质，是怀疑料理，他在怀疑伊达的品质，伊达地狱料理。弯腰，哈哈哈哈哈！他长得有点可怕。
好了，算算，你看姚在那边说什么？没办法拿摄影机，我也没办法。很好吃，你讲梦的啊！不是，他讲的，我都口水加热。你说他就是日本人，是不是？对啊，我还是吃自己的面包。刚哎，第二天，我们抵达日本龟冈哎，龟冈站，今天又是好天气，好天气，爽。阿亮，你知道为什么它会叫龟冈哎吗？我看到了，因为你来玩一次之后，你就觉得很美，龟冈的形，它叫龟冈，龟冈哎，龟冈哎，漂亮的意思吗？就比如说我不小心，比如养养好了，然后吃火锅了，脱到你的衣服，就说哦，龟冈哎，就是龟冈，一直摸，每次都这样，又是这样，哦，龟冈哎，可以学起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从龟冈搭那个小火车，然后一路晃回蓝山，我们就在蓝山玩。可以。我们的那个距离我们订票的位置，听说昨天我们的普通朋友阿中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我们今天弄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说等一下会很漂亮。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稍等一下，这边你看，群山环绕，空气清新，天啊，很好，天气很棒，哇，这阳光真的舒服。駅はトロッコ、保津峡駅ただいま川側の景色は左側から始まった前に後交差し右側へと変わります。左右のお客様ともご安心ください。西亚吗？来体验一下那个龟冈蓝山，中间的景色我觉得非常的壮丽，也可以想象如果是红叶时期来的话会有多漂亮。没错，我接下来展开我们一整天的蓝山观光。第一个点，我们就是要去收集竹林。以前竹林像达哥这种京都通，他可能不见得每次都会来的，因为太多次。的确，蓝山这个真的我第一次。所以那个竹林达哥没拍过，没有，没有来过。这个竹林很有名，是因为《艺伎回忆录》的关系啊。对，小百合对。那等一下，你们是如果时间 OK， 可以坐个人力车。好啊，听说这边的那车子都很帅。听说真的，而且他们就是黑黑，然后腿超壮的，梳个油头，然后就是。Exile， 花浪兄弟。Exile。Akira 的感觉。Akira。你不是人称日本的？日本。
等下可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先把手搞，check it out。校长怎样？对，你们要不要拿票？跟新专线一样。对，两张到了。谢谢。哎，这样才对。谢谢。喘，喘，喘的。都喘了。谢谢。在我们南山，Welcome to the show，Welcome to the show。太久不见了，没看过这个耶，神秘同学。看起来很好喝哦。我很饿，很饿的。恭喜你。很可爱，哎，真的耶，好可爱哦！就是那个东西发源在四国，就是他们女儿的嫁妆，嗯，然后会附上那一个小甜点这样。对哦，哇！泡澡的时候也是吃冰，不过很快就融化了，很酷吗？泡澡的时候，泡澡的时候也会吃冰，看起来很好吃。对啊，但我们一早就一直吃马蹄，会不会卡死？一手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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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杯的意思就是海带。对对对，要送你一罐饮料，还要哪一罐？一色杯。不想要，还是要吃一个。好，来吃一个，这个。哇，好可爱！对呀，很像鲜贝耶。对呀，很香，酱油的味道。台北で箱根という日本料理本当ですかやってましたね。私も今から20年前ですけど、はい、現地で飛行機のタラップまで迎えに来ました。すごいお金持ちです。今でもなんかちょこちょこ今はね、ちょっといいです。最近はね、私の親父も亡くなったし、その箱根の社長も亡くなった。今はちょっとまだ私も台湾行きますから、ぜひとも皆さんにお願いします。好，那土耳其冰淇淋的概念。天都，天都。台湾车要旧一套这样。谢谢台湾你来てください。台湾的どちらですか？台北です。台北的。私最近アジアね、台湾、中国、韓国。台湾の山、一番高い。3900m。どうぞ。日本は、日本は昔は新高山まで行きましたけど、台湾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そうですか。登山していますか、山登り。台湾小さい
で日本一小さいけど日本の大きな山は 3000メートルを2つ登ってます。あ、本当ですか。最後は富士山登りです。お、山登り好きですか。好きです。あ、女性登りが好きですけど、おい最近はやめてください。やめてください。やめて。这里是在日本唯一拜拜头发的神寺。真的哦？真的，他是写。所以他是祈求，就是这边是健康、美丽的这种。对对。还是会很多那种美容院或者是发廊会来这里拜拜。很适合哎。对不对？很适合。蓝山的部分，只是蓝山里面的。嗨，我看旁边开始有一些竹林。嗨，竹林。今天天气还是很不错。会喘吗？不会的。为什么白天都这么轻松呢？你是觉得他身体变好？对啊。我也觉得。没有，我觉得他饮食改变了一个月多，其实对身体是有差的。每天晚上吃炸鸡。变成健康便当。对啊，那竹林都好大。竹林，竹林深处。深处。哇，好漂亮耶！哇，对。那我们转过呗。后面这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很漂亮耶。很高。哇，这感觉很舒服。嗯，空气很好。拍 MV 也不错。嗯，你是不是最近要拍 MV 啊？一直说拍 MV 的时候，感觉就是觉得会觉得很有气势，很有 feel 的。拿过来一直可能要喂我吃吗？哦，这是我们很常在 IG 上看到大家 po 的竹林，应该有大部分的竹林照都是这里。是这里吗？我觉得是这里。那刚刚我们的普通朋友说是《艺伎回忆录》当年可以把这边炒了一波，里面有用这个场景。但是你看他们现在已经算少了，以前多的时候跟迪化街差不多。他们竟然可以包这边拍电影，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种竹林很茂密的地方，即便是日间，它有一股很有灵感的冷意，会一直在你身边中流窜，像一种河流，你有那种是舒服的，舒服的，舒服的，它有一股凉意。接下来要去一个我个人的愿望，我一直很想去天龙寺，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过。身为天龙人，我没有去过天龙寺。哎呦，哥讲得真好。我说我。其实这里感觉就很像是那个，就是在那个湘南，那个要拍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场景的，要拍一张照是很难，要没有人是很难的，对，真的非常困难。除非把这些人都 P 掉。对，我之前二月回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就没人了嘛。对，那是最好。对，真的。是帮我拍一个空景，然后我现在再先拍一个单人的，然后现在 iPhone 不是有可以，对，出景，把人抠出来，自己放进去，好不好？不需要来耶，我去网络上找图片就好了。哎，不错哦，好。慢慢渐渐的变黄。嗯。
下雨，有点晕，有点湿湿的感觉。下雨了。你是预言家吗？すごいですね。对啊，闻到湿湿的味道。也不是三国志里面有可以看天气的人。你说那个孔明？哎，对，孔明。派对卡孔明。派对卡孔明。他刚刚很厉害，闻到味道，然后说啊要下雨了，然后我说为什么的一秒后我有淋到雨。哦，所以你就称呼他为木曜的孔明。对，木曜卡孔明。木曜卡孔明。他孔明是台哥，台哥最近看完之后他狂爱上，超爱上，但他又自诩他是木曜咖孔流。你看，想到那个几半年前吧，还是我们多久前拍的？那个作文，对啊，应该差不多很久之前。哎，我在日本的时候，所以二月、三月，超久，半年前。野工的原因是因为天皇啊，他们每次上任都要去议事成功参拜，一到议事成功，新婚不可怜，他们就要选一个未婚的女性，在先在宫里面皇室里面斋戒沐浴一年之后呢，再到野工，野工的野外的意思，斋戒沐浴三年之后，代替天皇去议事，他要上140公里，要走6天5夜，然后一年要去3次，所以基本上他一辈子嫁不出去，除非。他那一任的天王死了，他父母亲死了，他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他觉得这就是一种荣耀啦，升职啦，他就等于说我去侍奉神，侍奉他们的天道大神。战神嘛，打个招呼说我们来拍摄这样，然后就跟阿龙讲的一样，他的那个赛前像赛前包裹上面是有一个台湾的社长真那个，感觉这边的神蛮照顾台湾的。哦，可两位主持人替我们节目祈求一下。哦，我以为你也要捐一个，我们要捐。如果我们节目拜完之后重新用龙腾虎跃登上的话，这有什么问题？现在直接打给老板娘问看看。1000万订阅，不会。然后说，讲到2万可以吗？两万，老板娘差5-6个零。お願いしてもいいですかね？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哎，好期待哦！真的，这个箱子特别像台湾的。三棒。悉尼南路。像台湾的庙里面的。不是，台北是悉尼南路。他给我地址。超难走，对，超难走的，还要因为要穿袜子，对。
因为昨天在清水寺抽那几个签太震撼了。来来来来，那个转一下，对，转一下，转一下。OK。它会融化吗？还是？还是说它不会沉下去就是 OK 的？它没有写后续了。对，后面要怎么样？对，它没有写后续。我要在这里观察吗？我的字渐渐消失了。真的耶！真的耶！我的字渐渐消失了。神属血，已读。是吗？已读。被已读了，已读。还是这是他们那一支笔专门用的笔？魔术笔。泡水，泡水就会没了。那沉下去以后呢？要拿起来？是什么玩玩？完蛋！你不能平均放啦！我跟你讲，你只要有一点水这样子上来之后，它就下去。也会。そうです。これで自分で行くのはもうこちらにお任せしたらしていただいたらいいです。お茶でいいんですか？いいですよ。そうだ。これはもしかしたら簡単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なかなか難しいです。不行，我们诚心祈愿了。不能说我们的期待太大了。あとは任せていただいたら、そこ很简单。こちらで、很容易。真的？そうなんですか？ちょっとこう頑張っていただいたら。我选莫要上开运，这么难开运。莫几个莫全部消えちゃってます。我们要抽他吧。バチです。バチですか？押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か？押してもいいですよ。やりたい。そうなんだ。わあ。よかった。拿不着啊！那个袋子里面的钱都没了，我已经没了。我集了这么多天的钱，全部归零。买不起饮料。不，饮料没了，灾难。啊，大哥，你要请我喝饮料？可以。可以吗 ？OK 啊。いいですか？可以。可以，没问题，我请。